容易的吗？机车拒绝拦查，不断涉嫌狂飙，钻小路，支援警力到场，展开前后包抄。靠边停车！停车！追逐事件发生在高雄左营区，机车最后在小路被警车拦下，完全逃不掉。但女骑士一下车，开口就是抱怨远警干嘛拦查她？你有时间跑？有时间？你在追我，当然跑啊！危险驾驶，不服稽查取缔闯灯等。违规自单举发，闯红灯、危险驾驶还不服取缔，女骑士将面临最重将近6万元罚锾。美浓区凌晨也发生警车追逐事件。自强桥附近，警方发现窃贼开的修旅车，没多久就在外头当场把人逮捕。原来他和同伙想闯民宅偷窃，发现警车尾随在后，立刻开到死巷子弃车逃逸。一人逃逸无踪，另一人太紧张打不开车门，竟然摇下车窗钻出去，结果头下脚上重摔，左手骨折。在美浓区连山街那古塔旁，不明人士行迹可疑。这名毒虫疑似缺钱花用，才不想闯民宅偷钱，没想到早被盯上。而在逃的另一人，警方已经掌握身份，全力追其中。记者侯尚能、王淑红，高雄报道。